但我不知道几点。水晶来了吗？你帮我们服务哪里？也要你们来搭搭乘缆车，没有声音。不会，我们就在说我们已经他们小时候来过，可是我们是台北人，真的很少来嘛。谢谢，拜拜。水晶车车，喂，就是因为在台北，所以哎，宝宝你要跟哥哥坐吗？你啊，谢谢。你想干嘛？我不知道你要干嘛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你想干嘛？